我知道你是谁了，旧厂街你最瞧不起我，一个臭鳗鱼的弟弟，我叫高启生。 孟书记，孟玉救出来了，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。那两个人太可怕了，他们两个戴着面具，他们两个人弄得满地都是血，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？他们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？等一下，听我说，安心，我觉得那个人，那个人肯定跟。 李宏伟有仇，话想听到上面的人，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，跟他，然后他就一直在大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没有停的在叫，他已经，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已经讲了一楼了，我知道，没事，我们先去做警察，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，你听话啊。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，我等你。他一直在叫，他一直都在叫。